花莲港因为是香港主本是禁止钓鱼的，啊，不过花莲港公司响应中央政策，公堤无影响船只安全之下，要开放东堤马的码头1.8公里的部分，让人申请团体钓鱼。今仔出来游玩是禁止。这是花莲港内的渔船停靠区，花边四处拢有禁止钓鱼的告牌，也不过也是会有钓客来这钓鱼。警察一来就走，大家避个一莫来。这样警察都来找我们钓鱼的，罚金这样无意思，因为钓鱼也是上好消，就休闲活动。也不过花莲港毕竟是商业港，所以港区内也是禁止钓鱼。为了配合海洋委员会向海地景政策，希望影响船只出入，甲港边正在作业的阵地，港公司开放东堤码头，可能申请团体钓鱼。我们去年钓鱼办理的场次共计23次，那总共有3800参加人员，目前有5家钓鱼团体轮流在周日专办理这个钓鱼活动。严格部分钓友却认为，当地地势相关，加上只开放礼拜日也需要团体进出，所以希望港内也会当开放钓鱼。这边相对安全了，如果要叫我去外面跳消波块的话，那我宁愿来这里。花莲港公司强调，花莲港内也是有商船渔船进出，为了航道安全，所以港内也是无法度开放钓鱼，希望钓友配合专案，违者会依违反相关法，处600-3000罚款，搁没收钓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